哦。
可以，三十八。啊？那个是老虎三十八。这么贵啊？贵。要不十块吗？生肖。这里有价，这里有生肖啊，不过就十块。这匹马都是三十八。鸡蛋好吧？鸡蛋好吃吗？又是真的好。我今天在那边吃鸡蛋是吧？你好，不是捞鸡蛋好吃吗？我给你泡茶。怎么了？你还是求蛋好？还是蛋？太肥了。对啊，这么赞美。人买怎么了吗？你在长江河没看到吗？花掉了，我在这里。
完了没？啊，来一个吧，多少钱？师傅，来一个，吃过了吗？是不是拿了个签子啊？是吧？都是今天做的。